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我是沈超老师，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还有兄弟连的官方论坛，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本讲我们继续来讲12编程，这一讲还是流程控制语句。上节课我们用四五个例子讲了 if 语句当中的单分支循环、双分支循环和多分支循环。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下一个叫做 case 的语句。其实啊 ，case 也是一个多分支循环语句啊，多分支判断不应该叫循环，多分支判断语句，它和 if 有一些区别。我们的 if、elif、else 其实和 case 是一样的，都是多分支条件语句。不过呢，和 if 不同 ，case 呢只能判断一种条件关系，而 if 语句呢可以判断多种条件关系。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讲的例子吗？我们判断一个用户输入是哪个文件，所以我会先判断你有没有输入内容，再判断你输入的是不是文件，再判断你输入的是普通文件还是目录文件还是链接文件等等其他文件。那它每一个语句都可以判断一种关系，但是 case 不是， case 是或者是 case 吧，它只能干嘛？它只能判断，只能是有一种判断关系。而 if 呢，每一个语句都可以判断一种，它可以判断多种条件关系，这就是 case 和 if 的区别。那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case 变量 in， 它的作用是判断变量的值是否是值一，如果是值一，执行这个程序，如果变量的值是值二，则执行这个程序，否则你还可以写多个值，来写多个，比如说值3、值4，如果都不是，则最后执行这个程序。小心 case 开头 ESAC 结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两个分号，哎，这好像是不是打错了？哎呦我塞，啊，俩分号代表这个程序段的结束，这俩分号不能省略啊。然后呢，这块是一个单小括号。好了，我们举个例子，这个语句比较简单啊。通过用户接收，我让你输入一个选项，请你选择 yes or no， 然后把这个值付给变量 c 收，然后判断变量的值，如果变量的值是 yes， 则打印一句话，哎，执行一条程序语句。如果是 no， 则打印另外一句话，否则执行另外一句话。你的选择是错了，哎。case 语句啊，这个程序非常简单。case 语句啊，更加利于什么？比如说打印一个列表，啊，请你选择 1、2、3、4。如果选择一，你这个要想飞往的是上海。如果选择2，我飞往的是广州，选择3，我飞往的是成都等等。打印这种只要是这种选择列表的这种语句，一般都是用 case 来接收的。来，输出是用 echo， 打印一下 echo 什么，请如果你想飞往上海选择1，如果你想飞往上那个成都选择2，对吧？然后呢，最终判断执行的都是 case 语句，它更适合于这种列表语句。好了，那这个例子啊，我们说非常简单，那我们再换一个例子吧，不写这个例子，我们就写一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哎 ，echo 输出一句话，那个什么，比如说是由王涛to 上海 place 选择咋说？input 吧，请输入一。哎，如果你想去选择上海，请输入一。那么复制一下，哎，行了，三个就够了。如果你想去广州，哎，买飞机票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这个？请输入二。哎，这个看得不清楚，那要不然就是双引号括起来。哎。应该是，我想想，应该是单引号括起来。
好，单引号括起来，里面的值才是双引号才没有含义啊，原封不动输出。好，如果你想去的是，成都吧，成都，请你好选择三。好了，假设有这样一个选择，然后呢，read 杠 p 杠 t 等待三十秒，杠 p 输出，place input your choice，哎，请输入你的选择是什么，然后把它付给变量 say show，各位，接下来呢就是 case。有 case 就会有 ESAC，然后 case 什么？双引号，哎，双引号啊，不用加，其实都一样，加不加都可以。到了，哎，到了 C 收，如果它的值是一，如果你选的值是一，则随便打印句话，打印，比如说，上海。但机票，哇塞，好像有点恶心啊！英文和这个拼音混杂，算了，我实在懒得去编这个英文了。机票已经，发布啊，发布已经发售啊，得了，啊，就这么着。记得千万不要忘这俩，我最容易忘这个，每次写都忘了它，每次写都忘了它，每次写都忘了，所以啊，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这块少穿一套，所以记得啊，这个。然后呢，如果我选择的是二，则输出广州的机票。哎，行了行了，就这么着。记得俩分号。如果我选择的是三，echo 成都的机票。好，啊，票还打错了。然后呢？双引号，最后呢，如果你输入的既不是一，也不是二，也不是三，有人捣乱，输了一大通其他的，那么就输入什么？error，哎，error，请选择一二三四，对吧？只能选择一二三，对吧？好了，这就是 case 语句的作用。好，那我们执行一下呢，成本之末的755 case 点杠 case。好，如果你去上海，选择一，否则选择二，否则选择三。那我选一下一，那就会执行第一个，就会执行这个选择一之后的这个程序，对吧？输入上海的机票已经发售。那如果选择三呢？哎，成都的机票已经有了。那如果乱写一通呢？它就会，哎，如果你输入的内容都不对，哎，没执行，为什么没执行？好，这块小写一个，这块没不应该打引号。好，如果你写的都不是，乱写一通，哎，就会报错，对吧？好了，这就是 case 的作用。当然，我这块的输出格式没有调整太过精细，我只是为了演示一下。那我们再说，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 Linux 当中还是 DOS 当中，我们执行很多程序的时候，一回车都会有一个选择列表，这个选择列表最终的接收和处理都是靠 case 语句，它更方便。哎，这就是 case 的做法，它跟if 的多分支判断最主要的区别是，它只能判断一个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变量是否是这个值，这个值，否则执行，而不像 if、elif 和 else 这个命令，它每一个 elif 都可以单独再判断一个条件，这就是 case 的作用。好了，这节课的内容我们讲了 case 的这个流程部分语句当中的 case 选择、多分支选择，这个语句比较简单，那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下节课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戏说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